极限一小时吃三轮变态辣锅底，每碗也太爽了吧！我好残忍啊，给他垒了一堆儿，上面我必须要在5:10之前把第三轮的蛙吃掉，不然的话我待会儿就来不及赶动车了。嗨，我是多一呀。之前我跟朋友一起吃了一家美蛙鱼头嘛，在万象城附近，而且是那种变态辣锅底，那个辣度不一样，然后价格也不一样的。然后变态辣锅底就是58一锅。那今天我来吃，可是这什么意思啊？为什么都11:45了，他们还没开门啊？这家老板昨天可是说了信誓旦旦的，11:00就开门，现在这个点了，什么意思呢？等待吧。这一等，等到了晚上。这就是咱们的50块钱的变态辣锅底，人均只要80块，可以无限量畅吃，这也太爽了吧！这边先打一盘，再来一条。他们这个蛙不算是那种个头特别大的，但是很均匀。先量一量，然后我这边继续吃。我一般其实吃美蛙，我有两个流程。一般我吃美蛙，我有两个流程：先吃香油，然后待会儿等那个味道煮出来以后再加原汤，就会吃到两个不一样的味道。哇哦，我的健美操小蛙，拌不匀了，先把它放到这儿垒起。我好残忍啊，给它垒了一堆儿，上面吃一下，嗯。你们受死吧。小伙伴的两碗水到了，你们没必要，说实话我觉得你们也可以吃那个辣度，真的没人你们想象的那个辣。我给你们加一个蛙过过水啊，这个该不会是二道过水的吧？过两道水，过一道醋的方式，过一道醋，你们太过分了，有这么变态吗？这个我跟你讲嘛，你们吃完之后真的会发现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辣，真的。我先尝一下，过一道水。我觉得你可以的，你新疆人吃变态辣，爆辣炒米粉的人。今天无情脱骨机又上线了，它里面就是有传统的那种干辣椒的味道，还有泡椒的味道结合在一起的。我跟你讲，吃鱼吃蛙真的必须要吃点泡椒在里面，你这个都清汤了，感觉不辣，是不是不辣吗？真的不辣，我甚至觉得我还可以加辣。他们家那个一次性的锅底，所以不是那种什么老油啊很重辣的那种辣，是那种很清爽的辣。必须到老板再压一盘蛙，猜猜看为什么我刚开始吃就叫老板掐。我弟弟马上要开学了，我去看他最后一面。哇，最后一面。开学前的最后一面。真的，他们家其实不是那种变态辣的那种辣，他只是说的很凶。不打嘴巴，我嘴都麻了。而且它不辣胃的那种，它不是那种辣的嘴巴和那个胃难受。吃蛙我觉得还是得来点蒜给它裹到里面一起吃。对，我加了蒜。你这个醋算了吧。哎呀，其实我觉得你醋都可以不用过水，结果他还是过了。今天是我吃的最着急的一次，眼神呆滞了。我要我在眼神放光彩，你在眼神呆滞，不至于啊，他们家好好吃啊。我觉得没有达到我想要的那个辣度，加点油汤不够辣，我再加一点辣椒，嘿嘿。它其实这个辣汤其实也不算特别辣吧，感觉。我嘴已经上辣汤色了，肿了，真肿了。变态辣锅底色号。让网友来检查我的扎盘，多干净呀、啊！真的比工厂的老奶奶还干净。无骨鸡爪说你礼貌吗？吃到最后再加点醋，加醋是对的，直接不辣是吧？嗯，辣度降一个 level。我们花了50块钱的锅底过来吃变态辣，你给人降 level。加到蛙来了，下蛙环节，老板说8分钟焖2分钟就可以吃了，待会儿让你们来帮我检查一下我的这个骨碟里面的骨头吐干净没有，没有吐干净罚款10元。
如果你们看到骨头上面还有肉的，你们就在抖音粉丝群里面艾特我，然后给我标出来是哪里，然后我就发红包在群里面。粉丝说带着 KPI 看这期视频。其实我感觉加了辣油以后，它只是会增加这个蛙的香，但是不会加它的很辣。我觉得这个可以直接吃原汤，都不用蘸辣椒。把我的肉捡起来啃一下。哇，这个锅底的颜色现在好好看啊，咕嘟冒泡，感觉还稠稠的那种。哇哦，这蛙已经好了，感觉。哇哦。第二锅好大。哎，真的，第二锅感觉比第一锅大，可能第一锅老板还没来得及准备。哦，这个，看这个蛙腿，哇哦。我们必须再来一轮蛙，嘿嘿。你看他加了？加。第三轮我必须吃加醋的，提升不一样的味觉层次。这香菜或者蛙吃，干干亮亮，帮我们把新的一轮的蛙给我们上菜。哦，全是酒板，看下下来了，我直接倒进去。哦，老板说如果多的话就不下完，怎么可能？不多，煮蛙喽，第三轮蛙。哇，这个蛙一轮比一轮大，发现吗？第三轮的蛙更大耶，你们一定要多加几轮，就会加到更越来越大的蛙。嘴巴肿了一圈，它是那种辣嘴不辣胃的。嘴巴都翻红了，人还没翻红。他为我一键三连，把我翻红。哎，检查时间到了。这个时候让你们来检查一下吧，到时候你们在群里面告诉我啊。然后我等第三轮，第三轮我看现在几点了，哇，现在马上五点了，我必须要在5:10之前把第三轮的蛙吃掉，不然的话我待会儿就来不及赶动车了，所以10分钟，这是什么意思？10分钟 OK， 冲，三轮又好了。好的，好快哦，一轮的肉比一轮多，看这个腿子好大，看到了吧，这个加醋也太大了吧！哦，又亏了，亏了！加醋大法好，灵汁儿。不好意思，我醋是对瓶吹的，我是个山西。山西是你家？看我的蛙山。我们准备还搞活动的。哟，你搞什么活动？就是成为我们会员嘛，50块钱，然后就是你那个酒水饮料都免费喝。酒水，对，酒也免费喝。酒饮料都，我主要是听到那个酒字。还有一个就是还可以选择，就是锅底免费。啊哦，那我们其实变态辣锅底一次性就可以免50块钱。哦，这个可以。那待会儿你帮我充个会员，用我的手机号啊。反正酒水和锅底就免一个就可以了。对对对。哦，这个，你们这个活动做起来真的不会亏吗？没事的。我也是第二次来吃，第一次是丹妮带我来吃的。嗯。这加醋以后辣度就会降，味道的层次会提一下，有那种吃酸辣蛙的意思。这里5点，5分钟必须把它吃完，4只我觉得够了，自己挑战自己。
先做个练习，下次直接去吃蛙挑战。嗯。第一锅蛙，它的辣度味道都是最好的，所以你们如果要吃这种自助蛙的话，一定要在第一锅多加超多那种。不过我发现他们这家，它就煮三次都没有太大的区别，就只有第一锅是最香的，不过是第一口接触的一定是最好吃的，就像西瓜吃中间的那一口一定是最好吃的。3分钟，我先把我的车打出来。你说为什么这个打车平台上面那个打出租车还要自己点一下才能结算？哇，这里打车很便宜，打到了还有1分钟。好啦，今天我的50块钱锅底的变态辣美蛙就吃到这啦。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话，记得为我点赞哦。我们下期再见。